八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。在下午四點，颱風泰利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大約290公里。預料泰利將會向西北偏西移動，大致移向雷州半島一帶。隨著泰利繼續遠離香港，本地的風勢正是逐漸減弱。天文台會在下午的4:20改發3號強風信號，但同泰利相關的烈風區仍然是影響珠江口部分地區。本港西南部的離岸海域咧，初時仍會吹烈風，高地咧可以達暴風的程度。而泰利的雨帶咧，亦會喺香港咧帶嚟猛烈的陣風，大家咧千祈唔好鬆懈防風的措施。海會有大至到非常大浪及埋湧浪，大家應該要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。